由细到大咧，我都系一个母系社会度长大噶。咁细细个嘅时候咧，其实已经好少见到老豆噶。咁而翻学嘅时候咧，我去读一间个个都以为女校嘅学校，全校三十几四十人咧，全校啊，全班三十几四十人咧，就得几个男仔嘅啫。咁妈妈系其中一个女仔啦。所以由细到大咧，我好尊重女性，好识喺女性之间度生存。咁今日母亲节咧，就上呢度同各位妈妈讲声母亲。快做啦，讲快啲洗碗啦，快啲洗碗啦，母亲节快乐！